哦，可以走路，可以走路。你们开始可以。我要跟他讲话吗？诶，安，你好。OK，黑猫醒过来了吗？看起来是要往这走是吧？诶，玩这游戏让我想到很久以前的宝可梦皮卡丘，不是也是这样吗？诶，想要去哪？诶，X 是道具，Shoot 可以增加，哦，也移动太快了吧？好，懂。发光 Shoot 增加移动，发光 X 道具，维奥拉，年龄13。OK，道具有什么？一封放在口袋里的信，读。玩倒是没有关系，但最好不要走进森林的深处。玩完就早点回家吧，爸爸上。所以这是一封爸爸写给女儿的信。OK，三 ESC 吧。左，发光可以看一下是不是？会，走太快了。有一把生锈的刀，拿走啊。拿完还有使用道具的方法，道具并不会自动使用。请与对象接触后，打开物品栏，再使用道具吧。另外，也有带着道具就有效果的，再参考使用说明。操作方法，我看一下哦，Space Enter Z，这是调查，取消显示功能表 ESC。哦，它是其实是一样的功能，只是它有三个键可以用就对了。OK，跑步，Z 看起来很好用，什么都有 Z。OK，哦，这好，诶，它只有下一页吗？没有。锯呢？道具哦，割不动，割不动。它是一款解谜游戏吗？呀，割不动，所以我还有其他东西可以用吗？读取。哦，这是每次玩完的那个出发冒险了。我要再回去一趟。遇到黑猫是存的，不是我的黑猫嘞。黑猫的毛掉落在这里，没有识货，黑猫毛一撮。诶，这树可以。我这里不能放火烧森林，好不好？一棵枯萎的大树，一棵茂密的大树。OK，我知道我要干嘛。哈哈，挡不了我的。黑猫跑去送货了。道路已经抽，哎，这把刀也太烂了吧！砍一次就坏掉了。OK，冒险王，出发！哎，猫，你送完哦。阿力怎么了？乌恩是怎样？被花挡住了出口，出不去啊！啊，这为什么跟玩恐怖游戏一样，门都会自己打开？要进去看看吗？反正你现在哪也去不了。存档的第一个存档，我想想，我等下。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使用啊？我等这个等很久，为什么我就这样扁掉了？没有啊，这一样没有啊，我不能踩在血迹上。到我的房间里来吧，
哎，哎，我这么聪明，我怎么可能？你的房间在哪里呀？哎，灯亮了，猫咪原来在你家呀，因为觉得很有趣就跟过来了。话说回来，你刚才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莫名其妙，存这个好了。啊，我会不会再被夹死呢？有血迹不好玩，那就有血迹哦。工作拿走，被锁住了，拿不起来。脏衣柜里面什么也没有。OK， 锁着打不开。什么？什么东西都是锁着的、啊。哦，所以他不会再跟我讲话了。到处都是蔷薇，精准的刻画每一秒钟。哎，这有个门。安安你好，这是要给我的礼物吗？泰迪熊倚靠着堆积如山的礼物盒，拿走泰迪熊。我泰迪熊能干嘛？我怎么咚一声？是音效吗？房子恢复原样时才能打开，上面这么写着。等一下会有什么东西满版跳出来？是不是我音效开很大声、欸？对啊，魔女的日记。因为我生病了，谁都不和我一起玩，连爸爸和妈妈也从来没有爱过我。就这样，我。就这样，这不及格小日记，就这样，不到50个字。哎，礼物盒掉在地上，不能拿就对了。好吧，哎，我看一下哦，道具。不能用哦。哎，不对。哎，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里面有一点点空隙。把熊放到篮子里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、啊？有点碍事，放不进篮子，放不进。就是不行啊，写了一个我做不到的事情。昨天钟声超可怕，这有其他哎、欸、这有其他房间吗？我要快速的走位、欸，对呀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要用道具泰迪熊剪掉手脚，快剪！好，冲哦！很 juicy 的一只熊哎、欸，它应该是泡了宝宝果酱吧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哦，放进篮子。还要去读一下这个，这样才可以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哎，哦哦哦哦哦，过关，耶、yeah! ，赢了！哎，他动一声干嘛啦？门打开了，哎，存档点嘞。
这有一封信，试读吧。我不是白痴，我为什么要试读？头盖骨形状的容器，里面的颜色，里面盛着颜色诡异的汤。这居然能走，我也蛮猛的。算了，喝完就 game over 了是吧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都叫我试毒了。红酒瓶，暖炉，窥探里面。哦，什么也没有。厨师很忙，去帮他的忙吧。OK。哎呦，小强啊！还好碰到小强不会死。哎，厨师，国王的厨师，果然我看不到。哎，读。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。身为统治阶级和富裕阶层的人们非常喜欢用银质的餐具，干我屁事。以使用这些经过修整且珍贵的银质餐具，以及雇用下人来问世间，来世间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。另外，银质餐具遇毒也会产生颜色上的变化。哦，所以刚刚那个绿绿的东西其实是已经有毒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锁子打不开，不能帮他忙啊！生锈的铁炉。这些话里面不是毒，喝喝看。你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欸。欸，椅子又变回来了，真的吗？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中毒了。啊！哦，要很快速的跑过去。妈，他开锁了欸，机车。我有泰迪熊的手啊，你们怎么这样？都不问一下我要不要给你手，你就这样子切我的手，这样对吗？我要不要喝汤？我不能喝汤。有张红色的椅子，废话。哎呦，哎，不早讲啊，就是这里哦。我干嘛绕这么远？啊，手脚我没拿，搞笑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我的手脚。这游戏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要乱捡东西，只要看到很奇怪的东西，都要捡进包包里。开锁应该是开这个门。要问他，而不是得到了银钥匙。OK， 使用银钥匙，银钥匙开门，完全不合。掉超多蟑螂下来，等一下，这个门就没了吗？现在在窥探里面会有东西吗？不会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哇，果然钥匙也可以拿来喝汤，超级。惊叹号，变成了黑色，又开锁了。
欸，他不让我喝咯，你看他就是哦有毒的汤，钥匙完全，酒瓶破掉了，哦，不能得到破掉的酒瓶一只，没有这件事。门打开了 ，OK， 我们要上楼咯。欸，阿里，是你。啊，你是猫哦，看存在好了。哎，我知道了。拿走，蝴蝶就先别救了，蝴蝶就黏在那里好了。为什么咔一声锁起来了？是不是？这里有个看不见的人，我等一下再决定来跟你讲话。为什么又揪一下？我刚刚只不过偷了一条绳子而已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一面镜子，它要再恐怖一点，就是我照完这面镜子之后，镜子里面永远都有我的脸，这样超恐怖的。墙上有被用力涂上红色东西的痕迹。好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欸，打不开咯。我说我一定得跟他讲话。整理书本真是不顺利啊，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捆绑的东西吗 ？OK， 所以我要给他，然后他得要答谢我。谢谢，这个给你。得到了读了就会死的书，这可以跟妈妈讲一下。小孩最新借口，所以我得到了一本读了就会死的书。他还写光看封面好像不会死的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超中二的。欸，闪亮亮的没有特别的意义吗？欸，魔女之家一，魔女之家的门用钥匙是无法打开，真正钥匙另有他物。二，魔女的力量而改变模样。 OK， 读擦年擦月擦擦擦区擦擦先生的宅完全被烧毁了，发现了他们的遗体有刀伤，似乎是被杀害后在房子里放了火。此外，在事情发生后，擦擦先生的独生女下落不明。笑话，很久，快读。才不要理你呢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有钱人用推车运送着大堆宝物，车在森林突然坏掉了。这时一个猎人和一条狗正经过这里，有钱人拜托猎人帮忙看管一下推车，猎人答应了，有钱人就去找替代的推车，猎人看守宝物。猎人到了晚上开始担心一个人在家，老母亲就让狗看宝物，狗会看宝物吗？自己照顾母亲。看见狗在一直看着手推车，于是有钱人就让狗叼着一枚银币对于狗主人的奖励。狗跑回家将银币交给了主人，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。我让你看，好可怜哦，这只狗。那个椅子。我现在又要走位了吗？他开始问号问号了，所以我们没有东西要读了，对不对？欸，这不能。走，他开始走路了。宇智波笑你，最好是啦。欸，我们存档在这好了，我算了，我存在一。哎，
走。不读，把书塞进去。好，塞完了。扣扣。他跑到哪里呀？哎，好了。没事了是不是？没事啊、哦。感谢 GGG 猫头，谢谢新气球，这莫名其妙。一会我要把它放上去，然后骗他。然后这封信什么时候才可以读啊？我好想要看、啊。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的猫嘞？猫走了。猫，而且我根本没有玩过这款游戏哦，我也没有玩过啊。等一下，我先去喝杯水，添个水，我等一下回来。稍等我一下。回来了，今天怎么变热了？台北不是冷冷的，台北有一点凉，没有很热。你南部有变温暖吗？台中很冷，而且感觉都是阴雨天啊，最近很容易下雨。然后我们继续啦，咔咔，哟，什么？欸猫猫安安呀，纯低。过啦，噔噔，超强的好不好？猫的尸体啊，不会吧？接下来都没有存档点了，我的猫猫死掉了。哎，没有，它在这里。对了，这房子可是母女的家呢。那我怎么没有钥匙就进来了？还有一间房，那间房，这一间锁着啊，打不开嘛。然后上面，哎，这边有吗？哎呦，原来这个是房间啊！哎，青蛙安点头。获得一只青蛙，喜欢青蛙吗？好き。好。抚摸青蛙，青蛙是拿来抚摸的，要亲我一下。有凹洞的地方要看一下。被我养的结果，我知道了啦，让青蛙过桥嘛。他那么开心，他还把我推走了。耶、yeah.。我的宠物，你看它神奇宝贝哦，
里？我们来重玩一次哦，重推一次。只要进来之后，所有东西都会乱掉，所以就要直接重来。觉得这声音是开门的声音好吗？这边的再拿走一朵吗？不行，六朵蔷薇，六朵蔷薇，蛋糕各一个，青蛙各一只就好啦，书柜也好啦。老爸，我的废话，对称。那个121有什么提示吗？我需要一个求救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。柜子再调一下，柜子现在是对的啊，为什么要再调一下？柜子现在是对的欸，撕掉，不能撕掉啦！你们一定也没玩过齁，不读。不能撕啊！他没有拼好，他不能撕哎、欸！躲一躲一。为什么现在变成嘟音嘟音的声音？这声音也太好笑了吧！所以我现在干嘛？哦哦，原来是你要跟着我啊！短一短，短短什么短？神奇宝贝很爱我，想通过下一扇门的话，直到通过下一扇门之前都不可以东张西望。哦，所以我不能东张西望，所以我不能。那家伙肚子非常饿，好屁事。把耳朵贴上去，拖动着，观察门。门上有个手掌般大小、可以往内看的洞。窥视，看到光滑黑亮的鳞片。打开门，真的吗？啊啊啊！还是算了。我除了打开门以外，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哦？啊！然后就GG，我就知道。哎，我从哪里呀？抚摸青蛙，但是我没办法给他吃青蛙，他不吃，
他没有说。看上面，观察门后方哦，还一定得观察就对了。欸，这很机车欸，青蛙好像不愿意的样子。我把青蛙干掉了。啊啊，死了。真的吗？他吃饱了，就一个青蛙你就吃饱了，你也是小鸟胃啦。哎哎，哦，刚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那里不是有青蛙吗？我刚看到青蛙还没死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吃完了，他就这样轰隆一声，然后就不见了、欸。傻眼，猫的雕像。哎、欸，你在这边，猫的雕像，开玩笑的。等一下，不要无视我，好白痴哦、喔！我存第三个好了。我看一下、喔，一二三，总共六只猫，然后呢？直接跟你讲，三个门都会死，别试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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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看起来其实挺恐怖的。我哦，好聪明哦！他还看了我一下，乱按懵到了，咚。让四个房间发出声响吧。四个房间，安安你好，这是第一个房间，你没有谈的必要。有本书叫做《眼睛的研究》，读。废话书哎、欸，粪书。眼睛的颜色因人而异，特别是以这个地方的女性同色而言，以下就是这些的区别。她们的眼睛颜色会因发色不同，发色有银、黑、金、红四个种类，同色有棕、绿、蓝、红四个种类。银发的女性有着红色的眼睛。我要把它拍起来吗？茶色眼睛的女性则是有红发或金发其中之一，所以我要把它拍起来吗？这是 PTT 简报吗？我现在是要偷偷把它拍起来，这会考哦，可恶！好，弹钢琴，然后弹完就啾啾，不弹。但他要叫我们要有那个啊，好，等一下再回来好了，我先探索一下，我先探索一下。哎呦，这是房间，到了睡觉的地方喽。今天晚上要不要住这里呢？小小的音乐盒，但是没有发条，用一二让它奏响。一二是什么？哟，这怎么还有一间呢、啊？这不止四间了吧？哦，对，这样是四间，没错。敲哦，乐谱被蓝色的眼睛注视着。哪里有蓝色眼睛啊？啊、哦！蓝色的眼睛就是刚刚我看蓝色的眼睛，要三去法哎、欸，红法、金法是茶色，所以不会是红跟金，然后银法的是
红眼睛，所以茶色红，银黑，红，金红，诶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鬼？蓝色，这边总共四种，银黑金，银黑金红刚好，然后银发的是红眼睛，所以不是银发。然后茶色眼睛，金跟红都是茶色，所以只有黑发是蓝眼睛。同学，你拿手机出来。黑发这个，先看一瞧一下好不好？不能拿哦，都不能拿，打不开。对啊，红，但是说蓝嘛，对不对？敲，发出的不是什么好听的声响。诶，不能推耶。外面有个猫，存个。我现在应该没有做出什么后悔的事情啊，所以我可以。诶，猫猫，你在这。那就存3楼走廊好了。看画穿过怎么没死？你问蒙娜丽莎，咔咔咔。把画敲破啦！画怎么敲破啊？我们有工具吗？来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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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画，好了。它 变得很，画质很糟糕，笑死欸！干嘛？但是这间我还是没有找到让他想的空间哎。存档欧希尔，好，存在4楼走廊。OK，哦，哇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我有五线谱，对，我有五线谱。他可以不要一直吓人吗？他原来是自动的钢琴，吐出了发条，国王的发条才可以开时钟，是不是？原来如此。剩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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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了！哎呦，你现在才掉下来，哎，他刚探头，哎，哇，你有看到吗？他刚刚这样，他探头，你有看到那个被打碎的蒙娜丽莎在探头吗？滴答滴答。钢琴，钢琴房，你看它会探头哦。诶，它不会探头了。百合花后面为什么有个人头啊？哦，你有事吗？
搭话，我的戒指到处都找不到。哦，打不开。这里还跟我们上一个关卡有关吗？咚一声欸，我要被杀了吗？好强，还挂着什么？下去算了。哎，吸血就这样进去了，被染成了青黑色，所以我不会死。下去，吸血他要戒指。那我先存个档好不好？爬上去，我们先回猫咪处存个档好不好？连头也断了，这次他要戒指，但是我有戒指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没戒指。窗外一片漆黑。欸，上次的食物欸，这不是我的旧房间吗？要找哦。嗯，这是我旧房间欸。不，居居，居居啦。还没，还活着。在这里找戒指吗？酒瓶破了。地板裂开了一个洞。不能下去啊！欸，又回到了厨房。哦，粘稠物。不就？然后回去原本的那些地方找戒指。我刚存的档是对的吗？嗯，上不去欸。戒指不在这，音乐不响了。哦，我的那个发条不还我。刚刚那间要探索一下，不然绕圈圈了。你说尸体的那一间是不是？哒哒哒哒。打开锅盖，闻味道。
奇怪的情人无法勾起，查看锅子里面，再怎样也不能用空手去摸，看里面正在煮着乌黑的肉肠跟已经褪色的高丽菜汤，哎呦，腐烂的猪内脏是从头楼上拿下来的，是不是？他应该煮的是小强吧？排骨，堆积的山完全没有手腕，他就一直缺一点手脚哦。拿走，得到了金筷子，所以我要再下楼，然后去夹那些。哎呦，他跟着我出来了。调查锅子里面，哦天啊，那个女神像，她在哭泣，她戒指找不到，该不会因为她的手被剁掉，然后煮成汤，所以她没有戒指，也没有手啦，她戴什么戒指？猪的戒指，所以她不是女王，她是猪。诶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不急，把借来的东西回归原处。诶，他在偷看我。插着筷子的骨，放在哪里？放在眼洞说，靠！我刚怎么知道啊？忘记了，哪一个啊？锁骨、肋骨，啊，门打开了是不是？好，这样也可以。真的中了！哦，走下来的声音，他刚刚五四三二是怎样？选对了，你敢信？这里要记一下哦。会死吗？别，猪的戒指，戴上戒指，嘿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这是，谢谢你，他是猪，他是猪，什么？看看看看看，啊，原来他倒数过了就过了。我刚才想说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数字？喂，他保护了我。天啊！回去看他，我要回去看他吗？不是，倒数不是这样过了就过了。耶？那我要继续走还是我要回去呢？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左是向前走，右是向，是刚好。不是倒数过就过了，是刚好，因为我时间到了就刚好走到。我整部游戏就是误打误撞一直破关欸，感性。哎呦，我要站上去了，紫色的台座，拿走人偶。算了。锁着打不开，
不能放这里。哦，懂，放置人偶，所以我要拿到对的位置放，拿走，放置，拿走，放置，这样吗？拿走，放置，咔咔，这是考验有没有色盲的游戏。他们刚刚是转头看我吗？欸，这种花花隧道欸，猫咪要让我存了。超好笑，结果还是去碰。我就觉得那个闹钟故意的。欸，这还有个房间。不能把它埋在这里吗？细小而完整的头盖骨，用头盖骨打开这个路不行，开疆辟土没办法。鸟吃绿色，猫咪安安不跟我讲一下吗？希儿都不说说话吗？跟谁说说话？右边还有绿，绿绿绿绿绿绿绿，哎哎哎，真的哎，右边还有鹿，没看到。饶舌的花儿们，他们虽然很美，但同时他们也喋喋不休。你以为是那个吗？爱丽丝？白色的花是这个庭院最美丽的花。淋在花瓣上会发出不同的光芒，红色草枝是渊博，但是他们总会说谎。所以白色的花可以当手电筒，红色的花不知道，枝是渊博但要注意，黄色很可爱但个性相当糟糕。这种花的花粉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，是高级的药材。 OK 到底怎么理解的？因为有一间很黑的房间啊，把药给我，他要黄色的花。观察一下，打不开。红色的草正在窃窃私语，所以刚刚红色的是什么？知识渊博。哎呦，这，哎，我死定了是不是？哎，他为什么要做出一间无意义的房间啊？白色，要淋雨才会发光。知识渊博，黄色，只是黄色，好，猫咪借我存个档，我不能把它砍下来吗？不就是这朵吗？黄色的花在这，那孩子不在的话，我们就是这里最最最美丽的啦，对吧？不能用欸，红色的这是蔷薇，这是什么也没有，这是。走到了五楼，很快吧？
搭话，还有红色的要跟他搭话。太懵啊，他都不跟我讲话啊。里面有只鸟，这要给他药，但是我还没有得到药。头盖骨道可以干嘛？跟门里面的人讲话。咳咳咳咳咳，身上有药吗？被吐了口水，他很凶哎。他超坏脾气的、啊。哦，我还有上面。哎、欸，鸟吃绿色，所以那个鸟笼里应该就是关着这只鸟。好，这是黄色花道，要不要跟我走啊？我那怎么打他？哎、欸，不知道有谁能把那孩子掉呢？这样的话，我想想，我们头上长出的粉分一点给你没有问题哦。你的手臂可真粗，干你屁事！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感到烦躁哦。讲话技术真是糟糕哎。把花，你也会死。OK。那我要怎么拿？把那孩子给干掉吧。所以呢？你是听黄花的方，你是来听，花的方法对吗？想听三种方法中没有一种是正确的方法，所以请停止吧。拔出和折断这两种方法以上都是正确的方法，扯掉跟拔出之中。哦，这里是逻辑推理耶，至少有种正确，扯掉跟拔出。然后他说，拔出跟折断，所以就是拔出。好的，扯掉或是贵安，扯掉啊。为什么不是扯掉？那就折断吧。不记，是折断。发出美妙的、奇妙的声音之后，美丽的花朵死亡了。所以没有了它，就是最美丽的了。得到了花的残骸，存档。别做这么过分的事啊！你才过分吧！你在那边喝茶，我口那么渴都没有跟你计较了。听见了，哈哈哈！哎，我们约定好东西给你了吧？拿到了白灰色的粉末，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啊？因为他的伙伴被干掉了，他很开心。
欸，这个要要对不对？哦，啊啊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个。没有那个不就没办法吸了吗？他是吸毒吧，在那边。哎，我的鸟飞走了。咦，藏在黑暗之中。所以刚刚有一间黑色的房间。是这一间吗？还是另外一间？也有还有一间，这间到底要干嘛？现在还看不懂。欸，水被头盖骨封印着。嗯？等一下，我先理解一下这是什么。乱发呗，哎，得到了头盖骨，我现在有三个头盖骨，哎，我是不是少一个？哦，看一下哦，那我要有四个啊，我还少一颗，我建议你先存档哦，好好好。猫咪，再给我存一下。猫咪，吸的东西不在这吗？都是甜点，甜点。触摸就死了，我干嘛摸你？没有地方，15秒，在这里走路还不能太快。这就刚刚那个啊，正面右左正，对吗？然后右左摆动。走，再出去一次，再进来一次，15秒，继续。哦，拿走，得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。OK， 感谢。还有没有东西啊？得到了空瓶子。但我还是得去看那一间。OK， 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空瓶子应该是，哎，好像不能这样用。空瓶子要给，要装水吗？给他花。不能啊！放不进去啊！我要怎么放？他没有东西让我放。把花瓣放进瓶子哦。放着花瓣的瓶子。OK， 还真的欸，水在，那水在这里面有水吗？然后要来摆骨头咯，正右左，所以这里是左，左，左之后是正。
右左正右，这个是右。这是应该吧？哎，是吗？这个应该右左，哎，这个应该是左。先放骨头，然后再去拿水到那间房间，是这样吗？我猜试试成功。目前，等一下我有放错吗？啊，我放错了。左，是左。这不要看我左右哦，生气。传来的水流，呜！我跑多久啊？去装水，装水。好，冲了，走。走走走走，猫咪存档。你看，我捡起手表之后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？什么也没掉出来，是我刚刚真的是，就是运气好踩到的。血迹，这里是拿完就会死啊，那我不要拿好了。我想一想，最好是跟蝌蚪多讲几次话有惊喜。骗人，哎呦吓死我了，这什么，大家焦点是不是都跟我一样，就在那哦哦，天啊，魔女刚刚跑过去了，不能跟他们讲话。翡翠烟斗。哎，拿完这边怎么就变这样？就看一下翡翠烟斗要怎么用，还有东西不要乱拿。这不是刚刚的那个桌子吗？长得超像的耶，完全分辨不出来。哎哎，搞笑、哦，但我是死了吗？瓶子掉了，我拿完了，我拿完了，哎、欸，哦，哦，灯呢？灯就掉了、啊，掉了，灯就掉了，我怎么知道他手那么抖？而且手表不要剪，是不是？我完全不知道剪手表要干嘛。砰！咦？喂、哦，不就？甘甜的香味。
锁被打开了，开门，啾。到了红色的鞋，我要先去找猫咪。哎呦，不就那是刚刚那个断头的小女孩吗？这里可以吗？应该，欸，好像可以耶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有玻璃鞋，自动使用 OK， 所以玻璃鞋不需要那个。要掉了，要掉了！我不走那里了。玻璃鞋变成粉末消散了。那你个，不管，我要先去拿那个人偶。先让我拿完人偶再来讲。哎，刚才哪一柜啊？这一柜。杀死我的药。啊？我已经拿了吗？耶，药拿完了，然后给了，是吗？OK，OK，肉头在哪里啊？头在这里。不过这游戏蛮酷的，先走。哦。这是增加你恐慌的奇怪蟑螂。哎，好烦！那个人偶很久以前欸，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欸，而且也没猫啦。哎，猫在这，有猫，存一下好了，最新版的。但是我现在要去哪啦？这是怎样？他怎么变了？怪怪的。哎，花都死了哎！天啊！往下走。啊，这里对，原来是这里。把它组合起来。So， 微笑着，微笑着。先跟猫咪存个档。我啊，虽然你是从这里顺利逃出去，或是被这个家吃掉都无所谓，是要说哪一边的话呢？还是希望你逃出去哟。嗯，别可死掉了，可别死掉喽！你先存个档。有洞，有洞啊！嗯哼哼，你说这个吗？我现在在逃出去吗？
动。哦，跳下去，真的吗？跳下去啊，反正又不怕死。你也没第二条路可以走了，大大。哎、欸，也太黑了吧！你是要死人吗？是迷失自我、欸。不能用哦，他不把灯笼还我。这样有在走吗？哦，有在走哦。到我的房间来吧。又是这个楼梯，蔷薇安安，粉红色花朵的话，好，就是都废话就对了。哦，猫咪死掉了吗？啊，喵喵喵，不知。没有存档点了，是不是？要先读书，《魔女的日记》。我会因为生病而死，所以要得到她的身体，用她的身体活下去，可以吧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嘛，会把身体给我吧？那我就死了，是右边吧？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哒哒，出来了，然后嘞？得到了信，玩到是没有关系。这个是爸爸给的信二，致奥维拉，昨天对你发火真的很抱歉。听说住在森林里的魔女会拐走迷失林子里的孩子，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传言，而你那个朋友的家就在这个森林的附近，我有点担心。你的朋友是叫艾琳吧？去他的家里。去他家里。What？ 他应该可以使用这个瓶子啊。这，他可以让蔷薇枯萎耶，不能使用吗？丛林里有一把刀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房子就这样坏掉了，是不是？没人猜对，那你们是要那个奖励我一下？烦哎、欸，在哪里啦？艾琳的家，上面森林的出口。等一下，艾琳的家在上面，这是艾琳的家。你的家为什么在这里啊？跑出来我觉得不好玩，太快了，什么太快了？
就我还是回不了家。而且我的刀也没有了，我现在没有刀，我只剩下一个瓶子，瓶子可以让蔷薇枯萎，但是要怎么使用它呢？看一下信，信用过啦。去他的家里，那就是没有办法进去哦。可以耶，他刚刚是，我刚刚是不够靠近，是不是？要靠近。哎呦，好咯。哇，这什么浪漫的音乐啊！啊、哦，我要，哎，我要啦，说错了。是她男朋友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她父亲。你迟迟不回家，我一直在森林里找你呢。什么？他追出来了。爸爸打爆哎、欸！爸爸把阿丽打爆，一种是真相，有一个是假的，快逃啊！没办法逃啊！现在不能操作，要等他剧情走完。下着绵绵细雨。他还有故事吗？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所以真的是要回到那个，回到家。所以我家有二，然后又死掉了。独挡再跑一次。刚刚真的刚刚被杀了，我知道你们说的两个结局是一个是要去拿东西，另外一个不用。那猫咪，OK。要拿什么？再跑一次，你们要我破第二个吗？OK，我刚刚已经破了第一个结局，破第二个，第二个不知道哎，最后一次了，没有过就这样了，您得以交代了，拜托。有，喂，哎，可恶，好，这个就这样了，
崩溃。那你考验我 EQ 的极限。天啊，我改个标题。哦，我要玩什么？我想一下。哦，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看，刺激的剧情是不是？这应该有吧？看一下他的。哎，但他这个好长哦，他打好长。这是前面我们在打的，然后钢琴，那个猪戒指，这边尸体间，然后很黑，然后娃娃少一个，所以要把它摆到对的位置。这边是骷髅，左右部分的骷髅，暗房，我看一下后面。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个啊？把眼睛挖出来吧，把脚砍下来吧，换成我的身体。为什么我没看过这个啊？小维，是不能存档全破。黑猫之外好像还有另一个存档。开始了，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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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拿到爱的小刀，哦，也太难了吧！还要再走过两次，前后两次门，各两次。Hello， 豆腐，安。爱琳的小刀。哦。这个是就这不是真结局吗？不是黑猫。黑猫会剧透，不能看黑猫。黑猫不是那个哦，所以这边的话一样吗？他的爸没来耶，你好烦啊！哎，他自己把他看掉了。他说什么？我感觉很好。啊，那个不是魔女耶，她是，小维就是她。谢谢 Peter 林，感谢，谢谢订阅。要加入 Ben 群的话，再私讯粉丝团喽。所以是他爸爸把他杀掉。黑猫是恶魔。对啊，黑猫是恶魔吧？所以是他爸爸把他女儿杀了。魔王成就霸业的游戏，然后恶魔终究走了，这样就是那个他跟他交换身体。什么？
所以他打的居然是他的女儿，居然，真的哭哭了。什么？啊，好，原来如此。我们帮了魔女逃离了这里，我懂了。天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就要去拿那把小刀。对，结局还蛮悲剧的啊，看起来。就他爸以为他是那个恶魔，把他杀了。然后他前面杀是坏的在杀好的，原来如此。记得还有发呆多久就有结局的样子。有吗？有这种结局？第三结局有其他的结局吗？哦，有人说什么几版的，就是不动一小时会触发新的结局，真的还假的啊？哦，所以其实没有啦，没有结局，没有啦。人家有人测试，然后是说好像没有结局了，就这样。是的，他说是 bug 的问题耶，有人是这样写，我刚刚看了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让你们看完结局了，是不是？太烧时间了，对。刚刚那个如果卡关卡太多次也是很烧时间，还好我其实第二次出来蛮快，我好像三次吧，三次就到一楼了。 OK，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晚安，拜拜。